五時間が寝たたんだ、やっぱいいっすね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，4月10号，台北捷运。台北捷运文湖线西湖站，然后看一下哦，18点28分，18:24，开往南港展览馆的中运量系统膠輪式捷運列車，谢谢各位观众，拜拜。好，观众再见。